因为他们是单独录的，所以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啊、但是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发现好像很多事情是他们都已经约好了一样，共同一起走过的日子还是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共同的感受，所以呢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兄弟们之间彼此互相支撑，互相勇敢地一起走下去的信心。守护，说说你看到兄弟们讲的这些话你的感受。일단우리멤버들한테너무고맙고서로를이렇게생각해주고사랑해주고하는우리멤버들한테정말고맙고우리멤버들앞으로도서로믿고의지하면서함께행복했으면좋겠습니다来我们小骄傲一心粉丝朋友约好不哭的我觉得都不容易吧，大家在一起都缘分，然后在一起珍惜，我不知道永远可以有多远，但是我只知道就是珍惜在我身边的你们每一刻，我就足够了，在我身边的时候每一刻我珍惜了就足够了。很累啊，当然这么多人在一起当然会有很累的地方，但是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很多大不了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嘛。好，所以来我们掌声给 EXO。 我们一起来给 EXO 加油好不好，用你们的方式好吗？EXO 사랑해 EXO 사랑해会记住的还是这些青春的汗水，还是大家在一起团结起来努力的那些时光。我觉得一个好的团队需要经历一些磨练，那么我们今天看到 XO 一定会比以前更加的坚强。在这里我们用最多的祝福除了像 XO 这样的所有在自己的事业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努力拼搏的每一个年轻人，祝大家都有更好的明天和未来。